现在晚上到康定了，在这里已经找了一个酒店，然后现在找个地方吃个饭。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这里的特色都是什么牛肉汤锅或者个菌汤牛肉锅，但是我妈不能吃那个羊肉和牛肉，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不吃羊肉不吃牛肉的地方。这是康定的一条街道，我记得我上次来康定的时候还没来过这里呢。这是那个秦歌广场，就那条河隔壁的那条街道。找个火锅吃一下子。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吃火锅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吃个火锅啊。但是我妈不吃牛肉羊肉，我们专门搞了个鸳鸯锅，中间的话不放牛肉也不放羊肉，然后四周是这个红汤啊。这是我们专门嘱咐了一下这个店家，就是这个红油里面不要放太辣了，免得像上次我们辣的受不了。小朋友们要买这个什么披肩，这叫啥来着我也不知道。这是叫什么呀？这披肩。这个真的是到这里基本上人手一件，你看大街上差不多只要是女的个个都有。你看一下，人手一件，小朋友大人，价格也不贵，也就30块钱一件儿。好了，奶奶现在一个人了，一人一件。